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鱼，木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了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炼制了咱们第一件护身法宝，叫做飓风扇。这个飓风扇呢，它会消耗咱们的灵力，在咱们面前召唤一道飓风，对那个面前的怪物，给予大概是15点持续三段的伤害，对吧？对的。当那个 shift 右键之后，可以摧毁咱们周围所有的生物。来吧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，这期由于咱们那个之前不是一直待在家里面，待在家里面嘛，然后很少出去探险，所以咱们这期的话就那个出去探险吧。好的。说到探险的话，咱们去一趟暮色怎么办？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暮色的话，那个，咱们去暮色之旅，给它取名叫做《暮色捉妖记》。对。你看了看哈。那家是不是妖？乌鸦是不是妖？是。米诺陶是不是妖？是。九头蛇是妖吗？是。这不就对了？我跟果丹呢，在线下那个又挖了很多的那个零食，零食的话这边有这么多了，包括这个什么妖丹啊，妖丹这些也有挺多的了。哎，妖丹被你吃了？我记得有挺多妖丹的呀。我们那妖丹、啊哦。哦，在这。包括我身上有五个那个材料箱，这个材料箱的话，咱们先给他那个多攒几个，咱们再来开吧。哥，灵晶怎么做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灵晶呀、啊。你要灵晶干啥？箱子里面有灵晶啊。奇怪，我不。但去一趟暮色之前呢，之前就答应小伙伴很久的，要来加上面这个。建筑上面来看看，我已经上来了。我这个彩色玻璃，哎，下面好像有个什么传送门吗？你看一下。武当，天运咒，好下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个传送门吗？哎，可以用什么东西点试试？打火石，你回家拿下打火石试试。好，武当天云咒。喏，这应该是个传送门吧？我觉得。对啊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点燃的。你先拿打火石过来试试。挑战我的犀利是吧？武当天云咒，踢，好过来了，好像没什么用。不是，它中间有一个眼睛的符号吗？你看，点中间，星星眼睛的符号一样。点，没效果。刚卡了一下。行吧，这里先不管它吧，走了。你要准备那个暮色传送门，我看一下，给它弄到这里吧，就弄到这里吧。去，你去踩一下小花花。我们家就有30朵花呀！我地狱洗澡，快走！你带钻石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先待在这，我回家一趟。刚刚地狱级的苦力怕，吓得我都抽抽呢，赶紧跑。一颗钻石，然后还需要两桶水。坐下铁桶，来，哎呦，这苦力怕怎么又跑家里来了？过分！我们打不过他们，真的太惨了。快到晚上了！加油！你插上花了吗？没有，你在哪？快！我刚刚撸的地方鸭子里，你又跑哪去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待在旁边不好吗？我就在这附近啊。
我就在这附近啊。这里，这里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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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速度快！万一来几个地狱级的强化怪，咱们就又狗了。对，赶紧的。走走，直接进去，你先进去吧。你先进去，我打牛，有只牛跟着我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卡住了一下。放这边的 BGM 吧。暮色，我们来了。哥，我想的说的是，做个标记点。暮色也会有怪啊。肯定啊。我看。首先咱们得获得一个那个暮色猎人的成就。好的。哎，刚好这里有个地精。好，森林之争。我去找那个，找那家，看一下那家在不在附近，应该要往这边飞。我就到了那家的地盘。我要在旁边打一个怪。武当踢云众。蛇妖，受死吧！打死！饕餮绿玉剑，赐予我力量。打死！还想跑？打死！飓风扇，大风起兮！天哪！面对疾风吧！面对疾风吧！对，好多稀奇古怪的怪。我这小动物都开始打他了，面对疾风吧。哎呦，我好像伤害到了小动物。没事。哈斯克耶。完了，我不行，我的血量太少了，我的血量要死了，要死了。吃丹，吃丹，吃丹。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我来，饕餮绿玉剑，战斗的事情交给我们来。这一个丹是有恢复的效果是吗？还剩三分之一的血。哇，谁在喷那个？面对疾风吧！哈！哇，他被打飞天了！就还差一刀，哥交给你了，还有最后一刀。好 ，nice， 我得吃点东西。好饿呀，好饿呀，好饿呀，好饿呀！给点吃的呀。什么东西打你？你吃呀，曲奇和两个小白菜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至尊披萨给他吃了。嗯，好。哎，这下面藏着一个怪，等一下，你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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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对疾风吧。死了吗？应该死了吧。我现在回灵速度，要比我消耗灵力的速度要快一些。我马上就要达到那个筑基的那个中介了。好像是的嘞。你有成就吗？来，我给你我给你那个，给你这两个东西。我已经有成就了。那家的成就？对啊，我已经拿到了。你确定你拿到了？我拿了之后我再丢给你的。好 ，OK。然后咱们下一个目标是那个巫妖。嗯，好的。巫妖王，走吧。巫妖塔应该是在附近。这里还有只那家，要打不？你打呗，我打不过，我会死啊。好，你看着我表演吧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出来了，面对疾风吧。还没打到他。面对疾风吧。
想杀我？问过我手中的扇子没有？面对疾风吧！哈！哈！哥哥，你没发现你刚被吹起来了吗？我知道是你在吹我呀。我不小心的，我吹他没吹到，吹到你。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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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我不玩了，真的是，总是我死，为什么？我穿的钻石套呢？我都说了，让你在旁边看着就行了。我想帮帮忙嘛，不要我这么，我自己这么菜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心好累啊！心好累啊！我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，变成大能吗，才能保护你？按照你现在这种尿性，就算是我成为道祖，我也保护不了你啊！对啊，你怎么保护我？你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拿根拴绳拴着我吗？把自己的灵力吸一下，这里两颗灵力，还有黑色的灵力，你居然有黑色的灵力！我的天，你做了什么违背天意的事情？我打了很多小动物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接下来去找那个巫妖，巫妖塔应该是在附近的。分开找一下呀，传送不要传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传送不要传的那个太频繁了。好的。好 ，OK， 从这里往下挖。你带斧头了吗？没有带，带了斧头。我觉得你待在上面看着我就行了，因为这个巫妖确实有点难打，也需要破掉他的护盾。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都已经有二姐的那个体力上限的那个药啊，你喝呀。我挖通了。往下挖，往下挖，哎呦我的天！你看有短暂的那个。生命恢复，生命提升。嗯。这个阿姐的药，我就阿姐的药提升体力的药，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快点，哥哥 TP 我到了。金黄丹，这个叫。好，我来了。武当天于众，不许伤害我妹妹。你看你先别我跳下来，他们仇恨都在你身上。没事没事，仇恨在我身上我没事，反正我现在一点灵力都没有。尸怪躺下。飓风扇应该对他没用，面对疾风吧，你看只能把他吹起来。打不了他，还是需要那个反弹的。面对疾风吧，必须要破掉他身上的护盾。哇，快走快走，你走走，快走，你快走，你走，我没事。你要死了，哎呦我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死了就死了呗，我不又不怕他这个犟牛，哎呦我的天哪。我可是很倔强的，死了就死了呗。你又不是朝我吐球。没事。哎，飞哪去了？不知道。他真身呢？真身就在你后面吗？在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哎，你不要添乱好吗？你走，走，走，你走。啊，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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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战斗的事情，交给我们来。来啊，你喷啊！面对疾风吧，飞哪去了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在旁边。来，朝我喷球。我这钻石套已经有那个治疗的效果了。一个护盾都没打掉，回春丹。金环丹，
哇，他总是不朝我喷球，好烦。不知道为啥，他就是不喜欢你吧。哎，掉了一个，两个，我得吃点东西。我去回去给你。你们这些小僵尸就不要来凑热闹了，好吗？看见，小尸怪，还有三个护盾。好，两个。哥，你需要我过来吗？我给你送吃的。我要吃的，我要吃的。待会，待会激活不了我的饕餮绿鱼剑。小麦是自己面对疾风吧，一口一口吃的。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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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饿。快朝我喷球！好，最后一个，饕餮绿鱼剑交给你了。面对疾风吧！加油，哥哥！大风起兮！大风起兮！干掉了。要吃好久，没有，主要是我身上有那个饥饿的效果，有个怪上来了。我之前想欺负我妹妹，我之前首先你得踏过我的尸体。基因怪，我第一级强化怪，没关系，你别摔下去就行了。哪去了？在底下。还有一本书，自己把自己漏下去。那本书也是地狱级强化怪。是的。面对疾风吧。哎，为什么我朝下面放的风怎么吹到上面来了？这风本来就是往上吹的呀。这该干啥？他做错了事吗？他爸妈在罚他面壁思过？他刚刚一直看着墙壁。可能是的。有个怪，有个小僵尸跟在，一直跟在你旁边。啊，就这个吧。绿毛狮。跑。倒下。走走，又一个绿毛狮。咦，我摔下来了，差点把自己摔死了。走，去安全的地方。好。好 ，OK。三十碎片，三十碎片应该是那个可以领悟地界，领悟那个什么地界功法的那个什么东西。来吧，过来吧，先给你获得这个成就。哇，护盾，护盾权杖，哎，哇，我又回到炼器初阶了。护盾权杖，这个护盾权杖，先别用，用了之后会在你周围那个生成一个护盾，先别用，别浪费。好的，还适合我。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的。好的，来吧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